你好，欢迎来到我们 ITC 整厅。咁睇下呢个系我哋嘅分布式综合管理平台，其实咧佢用于指挥中心比较多，比如话我哋机场嘅塔台，或者系公安指挥中心、交通指挥中心，同埋我哋嘅文体指挥中心、数据指挥中心都可以嘅。咁我哋嚟演示下呢啲功能啦。咁可以睇到呢度，我哋可以选择我哋嘅所有嘅显示屏。我哋而家选择嘅系指挥大厅中心嘅 lift guide 呢块 LED 屏。咁嘅话，我哋可以通过切换信号源。它是很快速地切换的，切换时间的延时是很低的。那包括我还可以四分屏去进行四个画面，包括我还可以多个画面都可以的，那可以放大、缩小、拖动、跨屏漫游都是可以实现的。那除开这个功能之外，我们还有中央控制的功能。譬如说这里我可以控制我们的灯光，我还可以控制摄像头的切换、转动的角度。咁除了这个之外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控制无指法设备的升降。通过这个按键、这个平板，我就可以控制更多的设备。咁仲埋，我还可以控制 PPT 的翻译啊，或者是一些我们的室内的温湿度啊，我都可以去控制调节的。咁除咗呢啲功能之外嘅话，我哋仲可以做场景嘅预设。譬如话，我哋而家可以一键调动我哋嘅场景，我哋可以提前去做呢啲场景嘅切换。咁包括除开呢啲功能之外嘅话，我哋仲可以实现 TVM 嘅功能。譬如话，我一套鼠标键盘咧，我可以控制一套鼠标键盘，我可以控制两台电脑啊，我哋同时来回操作。比如话呢度，同时操作两部电脑。好，咁我哋嘅分布式综合管理平台嘅功能已经演示完毕，多谢你嘅观看。